这不会超脱给他放了吧？云碧秋，你落得如今的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今日便为四谷门、为百川院清理门户、为门主和故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雪恨。 属下季汉伯拜见门主。诸位都起来吧。 我早都已经不是四顾门的门主了。无论何时，你都是我们的门主。世子追随门主。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汉佛，叫大家都起来吧。 毕秋，我既然没有死，你又何苦这般执着？门主，毕秋愧对门主，当年投毒在先，而后此间重伤于你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？那你做的那些好事呢？你为何不听？ 你自污名节，以188路鱼图作为诱饵，骗取了角力桥的信任，查清楚了他所有的布防，将此消息故意透露给了方罗宾，所以那日大家才能赶来救我。也是你，伪作陈明于美色，让角力桥放下了戒备之心，诱导他设计漏洞百出的机关。 残毁掉了山谷岛一半的根基，我说的对吗？门主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诸位，我手上的都是从角力角老巢里翻出来的机关设计图纸，这上面可都是云比丘的字迹。 大家可以去查证一下，只要懂机关设计的人就会知道，这云比丘做的手脚。